你已经猜到结局了吗？晚上好，看来你也不想让今天结束呢，那就让夜更长一些也无妨。今天你想挑战哪篇海龟汤故事呢？那我们开始吧。贾克斯正在一个陌生的小镇独自旅行，这天下着雨，他打算乘坐巴士前往目的地，恰好车站那里停着一辆巴士。贾克斯上车后见车上还有一个空位，就坐下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打量了一下车内，感到非常不对劲。车上的人都不说话，只是整整齐齐地坐着，一直盯着他看。贾克斯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遇上大麻烦了。是，否，否，否。是，否，是。否，否，否，是。否，否，否，是。否，是，
否？否？无关。否。是。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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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。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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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您的回答完全正确。
回去睡觉了吗？一天又过去了，你是否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呢？晚安。影片来到这里，想知道以后故事，赞好、留言，最重要订阅，小小支持成为动力。